梅森第一次这么喜欢跪着，太该后矮。嘿，梅森，看我手上拿着这么多零食，应该都猜到我今天来到哪里了吧？最近工作室的零食都快干涸了，没有吃零食就没有创作灵感。今天就来到台中西屯区甲子园旗舰店来一个超级大采购吧。这里的机台非常多，意味着零食种类也很多样。先来看梅森的一个神之夹出货表演，一个神龙摆尾，谢谢各位。饼干、糖果、金沙巧克力，夹给女朋友吵架和好不费力。如果男友不给力，呼叫店员出点力。若你再不出货，难易度就找只有星星两粒。包准跪着取货到脚软手无力，开心到回家继续跪着吃。不只是吃的，就连日用品也有哦。我最需要的洗衣精也是超人气机台，我应该好几个月都不用买洗衣精了吧？甲子园就连女生的生理期好朋友也有，哎，超级贴心的。各位女孩们，赶快 at 那位夹娃娃机高手，一起到甲子园扫货吧！再跟梅森分享你们的战绩吧，拜拜。